Hello，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俺是国宝，又到浮起来时间咯。之前呢，俺的邮箱的轨道屏东的 Coco 小农来到节目直播，那开始发现到个俺的屏东的 Coco，哎，品质一点的好，生产出来的巧克力品质种类也一点的无穷样哦。真是俺的屏东的 Coco 用暗油秒，啊，不过根本呢，我继续来收给俺的屏东的 Coco，啊，特别的提奶呢，根本呢 Coco 的制作人、生产人，根本台湾人哦。其实来自马来西亚，这么个奇呢？外国人为想到来到俺的屏东来中国可神山考克林呢？等一下好好的抢购去吧！更加马上来分享俺的玉巧可可巧克力工坊，俺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俺的刘木莲木莲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木莲，来自玉巧可可巧克力坊。好，欢迎木莲姐来到节目直播哈，第一摆上俺们节目，不紧张吗？会不会紧张呢？紧张，非常。不是紧张，等一下都来谈我分享咯。啊，不过真的听木莲姐，你的口音真是不像俺们台湾，你是哪人啊？马来西亚吗？对，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刘木莲。嘿，你木莲姐这么给我想要对马来西亚暗烟的地方来到俺们台湾呢？就是你这么远，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啊？就是嫁给我先生，所以才会过来台湾生活。哇，妈给啊！原来你就像俺们天涯汹涌，为爱走天涯哦。对。哎，不过你能同欣赏你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啊？二十几年前嘛，哈，那时候学校刚毕业的时候，那个在马六甲就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那个就是一个台湾中立的一个 PC 板厂到马六甲去设厂。啊，我们是属于第一批的那个干部，就是储备干部。哦、oh. ，就是前面呢、啊，先有来那个台湾受训3个月， mm. 那然后就回去要设厂。啊，我先生就是后面被派去马来西亚的那个台干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都多多好工作的机会，工作的机会都认识的啊，然后就交往。哎，不过以前啊，木莲姐，你有想过讲你会来到台湾吗？就之前你有想过说你会来到台湾？其实一刚开始当然没有，是有想说把我先生拐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结果没有成功。对，结果没有成功，被拐来台湾这样。那、你来到台湾之后会不会不适应？有不适应的地方吗？一开始真的非常不适应，因为马来西亚是常年如夏嘛，所以对2月份的时候我来台湾，那时候就冬天，然后再来3、4月份是那个反潮，就是西南风嘛，反潮非常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非常的不适应，对，衣服怎么晒都不会干，实在是很辛苦，对，适应期比较长这样子。不是，这个本身的工作跟先生的工作都是说我们说的电子产业吗？对，以前 PC 板厂属于电子产业，对。来到台湾之后还会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应该说我跟我先生就是交往初期交往的时候，其实家人是还蛮反对的，因为毕竟台湾很远，也是担心就受骗这样子，对。那然后就交往没有很久，那我妈妈就因故往生，就蛮突然的，对。那然后那个弟弟还小，小的弟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先生有就是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就是陪着我通勤，就是家里跟工作这样子，就是陪着我通勤，然后就是算是很照顾啦，就是有陪着我，然后又下手帮忙一起煮菜打扫什么样子，所以就让家里人比较就是很感动，对，所以就开始就比较支持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就慢慢的就觉得就是比较贴心的男生，然后比较顾家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慢慢的就会把心托付给他。真是他们按你讲啊，要讲讲，告诉讲啊，嘿，什么也发，我也会被你先生拐走。对对对，那那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先生他调回来台湾了，那我们就远距离恋爱了大概一年，对，想说没变心，就想说试着到台湾来生活看看，因为毕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语言比较多，所以在台湾生活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融入，
哎，没有语言上的隔阂，没有语言上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就到台湾来生活看看。对，本来开始是只是想试看看这样子，对，结果婆婆听到说，哎，我想要到台湾来，就是上班，从公司请调到总部来上班这样子。然后就哎呀，就招了一大团的到马来西亚直接去提亲了。哇！我们就傻傻的就被拖的就被引导的就结婚，然后就过来了这样子。对，马上给阿公说，嗯，这个不可以放过，这么好的，对，想尽办法拐过来才能退回来。对，就被拐过来了。对对对。都退完之后哈，你还是继续在上同以前军工在上班嘛？啊，你怎么跟为上多工？哎，后面的时候又会转换跑道哦，来弯过做又给扩扩，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工作以前是说做电子产业，哎呀，啊，顶高做扩扩是算钢铁做农诶呢，农事方面的。两者之间有一个落差呢，对，蛮大的落差。哎呀，啊，你用我想讲，我转用片的这样转换这个跑道啊。应该是说那个家里啊，老人家就是髋关节不好，哎，膝盖不好，都会动刀，然后觉得需要照顾这样子，然后那个就有开始在规划未来老人家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如果回来南部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南部毕竟比较没有科技业的，就是科技业的公司工作比较不好找，那家里是有一片田，就是六七分地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如果只是务农，我又不想只当农夫，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找一些机会这样子。刚好2005年那时候，应该说2004年啊，我们就在搜寻这样子，就看到那个屏东县政府有在推广可可林下种植，哎，槟榔树下种可可，做一些推广，就赶快就是报名参加，然后就是请假，然后从桃园就开车回来屏东上课，连续几个周末这样子，很繁忙哦，对，很辛苦，这还好，就因为一心想要学习，那然后我们会选可可，是因为那个我小时候我爸爸也是种可可。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小时候我爸爸也种可可，所以实际上我们对可可并不陌生。我啦，我本身对可可并不陌生，但是就是马来西亚他种可可，我们都是发酵完豆子，人家就收走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巧克力。没做到加工的部分。对对对，没有做到加工的部分。然后就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哎，终于知道，哎，原来可可会变成巧克力这样子。对，一开始也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对对对。那你母亲在，你这个以前在三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这片卢卡有种可可，阿雷都也片种可可，你这个有感觉到马来西亚同台湾的可可啊？今年量在有冇个差别？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哈，因为以前小时候爸爸种可可的时候，我们还很小，只是会知道说，哎，有去帮忙摘可可，然后晒可可，要收可可这样子，但是就不是讲说对于种植有很大的就是了解这样子，只是有一个英雄公家里有在做这个，其实就是长得一样。那在马来西亚不会种在槟榔树下。哎，那然后他的那个田间管理也没有做得那么完整，就是树的那个枝叶都长得很茂盛，有一些也长得很高。那在屏东这里的上课的那个指导都会叫做田间管理，会要修枝啊，会要什么的啊。那个在马来西亚当初啊，那个可可就比较单一的品种哦，在这个屏东这里的话，后来我们有再去跟一样是农友，就是要一些果荚来发，然后整个长出来的话就颜色很多，也有红的品种，也有绿的品种这样子。对，因为果香味可能会比较香一点。因为巧克力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给制作的过程底度给发酵啊，然后发酵跟后面的加工，但会影响到给本身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影响到它的味道是在后续的部分，所以前面其实还好。啊，哪一方好？给做巧克力种可可啦，你差不多也是学了一年吗？2005年我们就是上完课之后啊，我就已经开始在种可可。但是那个可可生长到它栽就是要3年左右嘛，那这一段时间我就一边上班一边学做巧克力。所以如果说要从开始学到
现在的话，其实我已经学了5年了。哇！对，5年了哈，5年、嗯。对对对，那这个过程就是真的是花很多心思。嗯，哎，那你有读多么个困难？遇到什么样子困难或挑战吗？当然是会，因为我们就是只知道这个叫可可，嗯、但对于过程哦，怎么有效，就是发酵的部分的一些技术啊，嗯、实际上在马来西亚以前，爸爸在发酵的部分是非常简易的，嗯、因为以前马来西亚种的那些可可都是属于商业巧克力，哦、大厂收去的时候都会再处理的、嗯，所以不是非常 care 那一个种那个发酵的那一个品质，嗯，对。那在台湾这个部分呢、啊，因为都小农，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做到巧克力嘛，嗯、所以在发酵这一块就非常花非常多的心思去研究，因为毕竟发酵这一块比较技术性，你，欸，上课是这样教，都是很基本的条件，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变化跟细节是在过程中去学习。你听会这个一秒过，张文迪讲，哎，中间的要诀是什么？甚至于讲，因为这个还是要弄，听讲讲，哎，那今年种一批扣过出来啊，发酵抹种后啊，全部一批都抹哎，一年可能半年的心血就没有了，就没了，对，所以压力会表示这样子，就没了，对，嗯，哇，观众朋友，你看，伊咧。外国人吼，来自遥远的马来西亚，穆连杰真是够勇敢。遇到其他咧，欣赏哦，来到俺的台湾之后，再一次挑战某可能的任务，来种可可，对原本熟悉的工作来种可可，哎，真是成功了呢。啊，不过底下会不会还有某个精彩故事呢？大家随便查休息一下，俺们马上过来哟。莫连姐用自己的勇气和自己的爱心做出来的巧克力究竟有哪些各特别的地方呢？继续来请教你吧。莫连姐，你来到台湾啊，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你会不会想马来西亚的家里啊？欸，当然会啊。嗯，就是想到卢卡的时间，你会怎么去排解俺们讲的乡愁？那个排解乡愁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那个煮一些比较马来西亚的风味的餐来安慰自己。哎呦，啊，你会煮哪个呢？咖喱呀、啊，嗯，椰浆饭啊之类的、哦。然后在巧克力的部分，我也做了一些巧思。哎、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非常常用椰糖来做甜点。哎呦，所以我就把那个椰糖，嗯、就是我们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椰糖、嗯，加到我们的巧克力里面。就是生巧克力的部分是马六甲椰糖、嗯、巧克力这样子。哎、欸，穆连姐，你头都讲的椰糖、椰子糖，它其实用椰的做的吗？它是用椰子花的汁液萃取出来，然后去熬煮而成的。嗯、对、嗯，所以它也没有那椰浆的味道、嗯嗯，它比较有偏黑糖的味道。哎、欸，真是在这边做的，虽然说稍微暗点，哎，失败批斗跟亚彤哎，米奇刚刚在旁边的时候，哎、欸，真的那个香气蛮特别的。雄心给做出来的巧克力，一听米头也很毛茸茸。那不过椰糖加巧克力做生巧克力有个部分，嗯 ，T110 大家客人有没有个反应吗？就大家就觉得哎、欸，这个风味很特别。然后特别的香、嗯，然后大家其实，尤其是没吃过的人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的味道，只是觉得它特别。对，我会不会有人说，哎、欸，你青号要跟蜜桃就一吃就上瘾，说每次都一定要指定是要给生巧克力？对对 对, 对，这个生巧克力啊，入口即化，而且我们用的那一个巧克力含量是比一般还多，所以它的浓郁度很够，再加上那个椰糖的那个风味。就是大家就很容易上瘾，对，哇，真的还蛮爱吃的。T100 糖都讲用一个充满异国风味的桶吼，食材食材来做一个巧克力呢，哎、欸，真是够厉害。啊，你莫连这除了一个个 T100 的牙桶巧克力之外呢，你们还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那个巧克力吗？其实只有椰糖这一款，我是有加那个异国风味啦。哦。啊、其他的大概就是比较纯黑巧克力的部分。嗯、啊，我们黑巧克力有盐味的三种，就75%、85%、99%。那然后我特别有在做那个清境高山的红茶的茶农合作、嗯，然后做了一款就是那个
红玉红茶的巧克力，嗯，那这次就黑巧克力这样子，哦，对，他们的红茶也是得奖的，嗯，对，也是有参加国际得冠军的，对，是给巧克力，是得都茶的米西，对，哇，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哎，材料就加的蛮足的，所以它红茶风味就非常明显，这样子，嗯啊。对，那个红茶给它个一种色彩，给它用把加一批，怎么加进去的？我们都会把那个，因为他们我们都用茶叶嘛，哈，嗯，那茶叶我们会把它打粉，打碎了之后再跟那个巧克力一起磨，哦，嘿，再磨两天，嗯，就是让它细致度比较够一点，就跟巧克力融合在一起。对，然后 再做成黑巧克力，然后再做一样的包装。啊，你跟茶农的部分，你们是自己去找的吗？应该说，我们是去那个农业市集，哦，欸，台北的希望广场，嗯。那然后那个跟农友就认识很多的农友，哦，欸，大家交流了之后就异业结盟，就合作这样子。刘雄公，哎，欸，牛给那可以吃过那些，我们一起来合作看看。对对 对，因为茶露巧克力还蛮适合的。不过要比较深发酵的，对，哦，就是味道比较重，像乌龙啊，嗯，或者是红茶，啊，是味道比较重的，因为巧克力味道本身很重，所以那个茶的部分必须要深发酵，嗯，这样子才能够凸显出来那个茶的风味，这样子。可是我们用一般的比较公某一些，就是可能味道比较淡的，强茶啦、清茶、绿茶啦、青茶这些，嗯，对，反而吃不出茶的东西，全部会被巧克力盖过去。对。哦，原来安尼。哎，木莲姐，你头都看到面都看到一个特别的东西，应该是可可茶，是吗？对，可可茶。哎，因为这个很熟悉，可能小姐按到的可可烧浓，也个够熟悉。啊，不过顺后一关。泡泡的黑毛的啊，可可果肉的原汁，你会用板做啊？对，大家吗？它是非常特别，也非常少量的副产品。哦，对，它那个像可可，你应该都看过可可嘛，哈，嗯，它外面那个白白的果肉，是不是很少？对，很少。所以是不是你要把它变汁很难？嗯，对。所以这一个部分是在发酵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收集的。它是在发酵的过程滴出来的，嗯，对。那然后因为要把它变产品或者是可以食用的话，所以在发酵的过程我们需要非常的卫生，嗯，对。然后我们是用不锈钢在做发酵，所以那个滴出来的那个果汁就非常的，就是卫生，然后就可以把它来。就是等一下你们可以品尝看看，它就是果肉的那一个果汁，所以是烘了给它跟米西有扣扣的米西嘛，还是说它比较特别有其他的味道呢？它就是那个可可果肉，它就是果肉，单纯果肉的米西的，对，果汁，对，哦，可可果肉的果汁。可是你们发酵的时间用出来的果汁就吃起来哪烘了，没有再经过其他的加工，就是可可露。对，没有做任何的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哦，它这个果汁，嗯，因为它是在发酵初期第一天的时候滴出来的，嗯，所以它里面也含有一些菌。菌，所以如果你持续放着，它会继续发酵，哦，然后就会有发酵的味道跟酒精的味道。嗯，对，哎，还蛮特别的。啊，那然后就会有气泡。哇，如果淡淡的像气泡饮的感觉。哎，对，会有一点淡淡气泡饮的感觉。乳酸饮料，大概放个一个礼拜。哎，对，乳酸菌。哇，哎，真的相当的关系。啊，你摸脸在，你有想过，本地一直发酵到最后，会不会可以来做酿酒、做酒啊？我觉得可以耶，可是我没有试过这样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喝像果汁很好喝，就会把它喝光了，就喝掉了。对，米拜的因为太好喝了，还没有魔法都供留到这一米可以吃光，你可不可以酿酒？对，哎呦，它的量非常少，所以那个一般很快的就分完了这样子。哦，不是这个也是有在做来卖吗？欸，如果量够的话我才会拿出来卖，但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大概就分一分，欸，就大家分享一下就没了。故说有个算是限定的产品，喔，对哦，云溪后当时的抖音这个就是，对，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嗯哼，啊，你除了有个可可露啦，或生巧克力，有的巧克力之外，还有其他做个特别的巧克力吗？欸，就是我们今年度有一个新产品是那个凤梨夹层的巧克力，凤梨叫凤梨，对，就是有夹一层薄薄的凤梨酱，对，凤梨果酱。它果酱能去耐情要给凤梨啊？
张马哥为什么都用来做这个凤梨酱的巧克力呢？哦、那个它、啊、是去年度的时候，我有到那个食研所，新竹的食研所去学比较专业的制作那个果酱的做法，哦、就比较专业、嗯。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要把东西呈现给民众，就是消费者、嗯，就起码要有一定的专业度、嗯，所以我就去学习，就去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做成了果酱。然后应该凤梨果酱应该是就是常年应该也蛮容易取得的，可是很少再用到巧克力里面，比较少，对，所以我就试看看，反正看搭不搭嘛，都试看看没关系。然后在试的过程就是有果酱嘛，比例不一样的果酱，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巧克力的部分啊，有是盐味的，也有加一些海盐的，对，就是会做了很多不一样的规格，然后让这个去市集的时候让客人一起来试，然后让摊友一起来试，让朋友一起来试，然后最后就总结了之后就抓，就是做了最后一个，就是参加比赛这个规格，它里面有加一点点海盐，就是一点点小比例的海盐，对对对，啊，因为大家的大多数的意见都觉得说，哎，有海盐的部分有没有？它比较容易把那个凤梨的香气带出来，还蛮特别的。哇，啊，你摸脸这，你要个新的凤梨巧克力啦，你做出来之后评价应该怪好吧？对啊，就大家就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刚好就是品茶的，就是种茶的农友，就是跟我介绍说，哎，法国有一个单位今年要办第一次的那个产地巧克力比赛，哦、就很荣幸的就今年就得了那个美食铜牌奖，觉得备受肯定，这样子，对，这个产品也备受肯定。这是因祈归后，杨嘟嘟凤能归努力啦，就是天助自助啊，天助自助，哇塞，哇，各位好朋友，糖豆要不要？哎，真是没试过一种用牙同做诶巧克力，也系讲加蜂诶巧克力呢，真是工艺有限哦。来试一试，咦，真是感觉真奇妙。不过还有更多巧克力的故事，也系讲精彩。哎，内容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唐爱母年这个故事，也唐爱今年蛮做出特别又好食的巧克力。啊，唔好跳到广东今年去比赛，那个比赛特别的地方在哪？应该想要了解一下哩。母年这前面有广东啊，嗯，特别多都好做出新的巧克力去参加那个比赛。啊，那个比赛都在去比嘛？今年他是在比什么啊？这个比赛啊，这个单位它是法国的那个农产价值协会。对，他们就是一群那个业者跟爱好者，他们就是在做，从以前开始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品评的部分，然后有食用油啊、哦、然后再来有咖啡、茶，那巧克力的部分是他们今年第一届办、哦、那他们跟别人不一样，是他们这个比赛是产地巧克力比赛、就是指说你不是产地的，你还没办法参加这个比赛，反正他就是要 tree to bar 或 bean to bar 的那个巧克力才可以去比赛，这样子。就会讲，以前我会讲，哎、欸，我种出来的巧克力，种出来可可做的巧克力才可以来比赛。如果说我同人家买的吼来做巧克力就不行。对，他不行用商业的巧克力来做比赛。对。它还蛮特别的，哎、欸，安尼多多好吃好，安尼品种的可可呢？对，就是我们进，就是还蛮，就是蛮适合的、哦，又是我们自己种，又是我们自己做的巧克力。哇，啊 ，T 一百完全符合 ，T 一百参加又多多好吃好，能又得奖，啊，你自个还心情很兴奋。就是其实还蛮兴奋的，就是被通知得奖的时候还蛮兴奋的，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对对对，被肯定的感觉。讲到鸦片啊，你不是会去走个市集，头头有分享嘛？有走的台北去跑那个市集这些，为什么有特别认识的你哈？就是因为去了市集，除了认识农友，比如变成你的铁粉。哦，天灯你能一直跑来跑去，是为了追你的那巧克力。其实去市集也很好玩，就是说除了说就是跟客人面对面的那个分享我们的那个种植我们的产品，那也是都在交朋友。对，他这些铁粉吧，还有
就是他们常常会，因为之前我都跑北部比较多，所以台北的朋友他们还会特地就是跑到屏东来，然后到我们就是去我们的田间去帮忙摘可可，去捡可可，去剖可可，就是体验，然后吃可可，吃巧克力，这样子就是还蛮喜欢就是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当当地特别走下来，不是说要来买可可，买个巧克力，今天还身上来了去，你那演的地方哦，同人探索啦，体验采可可这些农事体验嘛。对对对，就特地的来拜访，然后来体验田间这样子。那你木人这人这个本身，人家平时有在做一种田间农事体验的发通吗？我们现在初期比较没有，但是后这一年。开始我们就有在做那个田间导览的部分，就是有朋友来，我们就会带他到田间去认识，从可可的种植，一直到那个采可可、剖可可体验，然后到做后面做巧克力的流程了解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田间，就是从一开始种植就非常重视那一个环境管理的部分，对，我们是做友善耕种。友善耕种啊，对对对，哦，啊，你那友善耕种它的特点底下在提示还是什么呀？就是友善耕种的部分啊，它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然后就是友善环境的一个耕种这样子，对。那我们也有养一些光合菌。然后 EM 菌，然后来辅助我们的田间的这个环境增长这样子。如果轻用，莫用发或者药的啦，皮料一样的来帮助田间的植物的种植的管理。啊，不过如果爱你哦，包括老人家啦，可能糖冻人爱用那种友善农法，可能有支持啊。其实这个过程哈是还蛮辛苦的。其实老人家。那个种槟榔嘛，一直都没有这个友善种植的观念啦，那他们就是要快很准，对，所以弄用药的部分会比较多。那一刚开，他们就是以方便为主了哈。那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哈，一直是去沟通。所以我们从一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啊，所以就会自己请人去割草，他很定期的去割草。当然不影响的情况之下，人家就不会去做除草或撒药的动作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施肥的部分嘛。那我其实我们的做法就是取巧，因为也不应该是为了这样子的事情跟老人家就是起冲突啊，所以我就是会在知道说他每个月都要撒，那就是要施肥嘛哈。那所以我就会把。那个有机的肥料就买好放在那里，老人家该有肥料了，他就自动用了，他就不会再去买肥料这样子，所以就会照着我的意思做。对对对对对，木人真真成功呢。小技巧。哎呀，养生上讲，又不用我提过，啊，老人家也某一天会看到讲，啊，有个皮料去买广告，嘿，有机皮啦，也爱发好个皮料，一看到，有个黑皮料还可以用，我就直接用，莫弄黑的，不要浪费，我就直接用。是是。其实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影响哈，老人家现在其实也还就是开始比较有观念的，所以就算是我们不在，他自己也会请人来割草，然后他比较就不会就会跟我们的理念观念慢慢的融合了。对，所以现在在整个过程就比较顺了，对，是。所以今天也会发现到讲，作为一个友善农法之后，有一些改变，不少他们也是渐渐的接受，是不是因为有宽度？对，环境生态也越来越好了，对呀，对，环境的平衡。你木人这样能更加做可可这个种，吼，啊呀，这个做给烤客的，都是你一个人做吗？其实这个过程当然不会没有帮手，像在家婆婆也会帮忙啊，就是我们烘完可可脱了壳，有时候都还要剪豆剪一些细壳，这个部分婆婆都会帮忙。还有折盒子，有没有？轻松的工作。一些我们像这个都纯手工，那些封套什么的，其实婆婆都会帮忙。先生跟儿子如果有在的时候，也多少会帮忙。
对，但是主要主导的还是我做了，嘿，主要主导的部分。对哦，啊，你已经有这样子作为案后有一定的审计审过的嘛，吼，对于未来来讲，未来来讲，对这个诶个考虑啦，有冇个新的想法，有个规划嘛？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规划或想法呢？我们在后面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计划里面啊，就是把整个工作室就是准备的比较专业一点，就是会做一些，希望做一些农业导览，对，就是完整的农业导览，从可可田间一直到做巧克力的部分，到我们工作室都看得到这样子。对，那同时候因为我是新住民，那然后我们近期这半年的时候也是跟新住民的协会就是互动的比较完整，然后也做了一些新住民的社造活动。哎呦，那我就这办了那个马来西亚文化分享，可可的分享跟马来西亚文化的分享。所以我希望说以后我们这个工作室，除了说农业导览之外，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分享，然后一些新的一个 idea， 新的一个特点这样子。哎，木莲姐，多多好，一个机会啊，真难得。你有讲到讲，哎，你能有分享来做一个马来西亚的文化哈，去参加这个社造活动，可以参加你能做诶马个用时的社造活动，是什么样子的社造活动吗？对，就是在地产业可可，对于我们的乡民、我们的村民，去办一些可可 DIY， 做冰淇淋，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认识可可巧克力、吃巧克力的活动，然后同时候我们也结合了我们的可可跟马来西亚的食物，包含说香兰蛋糕结合巧克力，然后还有就是椰糖结合我们的巧克力这样子的产品，然后再带到说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包含说我们有六个主题，包含说我们的天气地理啊，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饮食，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有君主制，就是有苏丹，让也大家了解一下。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教那个村民做椰浆饭，马来西亚的椰浆饭，对，还有带大家玩童玩，对，就是整个活动哦很热络，就是乡民都很踊跃的参加，大家都玩得很高兴。哎，加工按后会发通之后，还会有办类似社造活动吗？很幽默，就是有机会我们还会再申请，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很不错。对，大家对文化上的了解。有个时间吼，都唔得出国，没有办法出国，那多多吼有个关爱异国风情的一发通，真是参加过吼。你看，我们也很难得去到马来西亚啊，可以强木认真，继续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马来西亚家乡好不好？如果你能来做一种文化一发通直播啊，你首要如果我介绍给人家知道说马来西亚，你会用板，你会怎么去介绍它？马来西亚哦，大概就一句，四季如夏。就是我们天气很热，所以我们的饮食的部分啊，也会偏辣啊，或者是反正马来西亚食物很特别。然后因为我们多元文化，所以那个多元文化的那个融合是还蛮特殊的。对，像椰浆饭啊，也会有比较偏那个华人风味的那个肉骨茶啊，然后那个就是一般是饮食的部分分享起来比较容易啦，对，大家比较容易融入这样子，对，比较容易开始去了解。在台湾吼，在台湾来讲，其实可能对于一个东南亚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印尼啊的方面呢，米食就是这边的道地美食，其实接受度还蛮高的。对对对，对啊，因为要近年来，其实可能越来越能够接受说不同的东南亚的一些美食的鸦片，异国风味。哎呀，所以歌手泰卡也会接受到说，其实某片会文化来东南的鸦片会进行一个转化，所以大家其实也蛮期待说可以加速到有种某片会文化，甚至于讲哪一天你讲可能椰浆饭底不会咖你可可，可能也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某天说不定很合啊，怎么？我有想过那个啊。我们那边叫拉萨，拉萨，对，然后客家在万峦不是有很多板条，板条结合拉萨怎么样？
好哦，因为我们认真，刚刚过下一次我就来办。哇哇，哎呦，阿玲一听，我很期待要给私信呢。拉萨半条的某年做过，拉萨半条，真是够期待呢。哇，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哎、欸，某一天就会感觉哈嘎，从马来西亚某变出某种火花出来呢。我都觉得那个文化融合是还蛮特别的。嗯，真奇妙的事情啊！你从马来西亚有中国歌，台湾有中国歌，某一天搞了之后有某种样的故事，有些火花，哎呀、啊，哇塞！观众朋友，你们你会不会躺到鸦片？真是感觉到哎、欸，其实弄半年哦，那个你来到台湾之后，可能好喜欢某种样的文化，哦，会激荡出某种样的火花出来哩。哎、欸，拉萨半条黑的青河的想法哦，哇！今天呢、啊，再一次感谢哦，哎、欸，木莲姐带来很精彩的故事，从按 TV 的巧克力的分享，多谢哦，还希望还有机会继续来邀请哦。谢谢主持人，老家泰嘎，欢迎来万然找我们。